这是干啥用的？啊，行，没事。这意思啥都能粘，是吗？这玩意儿粘住？粘的。这个你拍抖音拍过干火了，这玩意儿就值钱了。这玩意儿，这玩意儿。来，我给你粘上来。啊，这是铁、木头、塑料，这么厉害。你鞋底凉鞋帮桌椅板凳带茶缸，然后你想粘啥？皮鞋、布鞋、旅游鞋。这意思什么东西都能粘上。对，想粘往那一合就行。不用擦，不用擦。至少能穿一两年。不摸切根儿啊？对。你看这有灰有土都没事啊。那这边磨的不轻了呢，挺厉害的。再不粘就完了，你再不粘啊，新三年旧三年，粘粘补补又三年，是不是？风在吹，水在流，家家户户不换土。对，十块钱，十块钱啥的啊？这就完事儿啊。那这边。三个缺两块钱，他买的不要钱，给他带。